对不起啊，抓错人了，先别管了，我们去打卡。蛋糕吃吗？不吃。那我给糊糊了。吃吗？我吃。谢谢。这么多追你的人，没有一个喜欢的呀。 这样哪能好男人啊？还是跟姐妹在一起快乐就好了嘛。组长来了，吓死我了！但你不觉得跟姐妹这样有点太贱了吗？不可以吗？ 真的假的？你的温柔如此的徜徉，也让我如愿以偿。你是超。那女生是眼神不好吗？看不出来你是女生啊，天妒羡鱼妾。你想多了，刚刚你喜欢的果汁，我错了。又是他，天天缠着云瑶，事业拍马屁，谣言，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 可乐给你喝啊！谢谢爷爷。哎，快走！哎，听说了吗？我们新来了个女主管，最讨厌女主管了，屁事儿贼多。哎哎，好帅啊！是新来的吗？应该是吧。哎，帅哥，你新来的吗？ 认识一下呀，我叫长安。长安，对吧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新来的主管云逸阳，欢迎一下。我先看看今天迟到的有谁。长安，嗯。